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启光。我今天拍摄的主题是强势告白。我自己喜欢的女生类型，外表没有一定。我比较喜欢的是能聊得来，然后孝顺很重要。好，这是灿笑。那你兴趣是什么？打电动。打，这一句给我收起来。什么打电动？